多大合唱嘅。我哋今晚咧特登加咗我哋video 嘅 team， 希望將我哋喺北美嘅演唱會咧最後一場拍低佢，所以希望大家今晚大聲同我唱歌。以下嘅呢個時間，又嚟到呢首歌啦。當時錄呢張唱片嘅時候，可以話係無心插柳，好短時間喺紅愛之後第一次上咗紅館。我諗香港嘅近幾年或者近二十年嘅音樂圈都係咁樣，就係、希望喂有人氣啊，有熱度啊，快啲做多啲歌啊，出多啲歌啊咁樣。所以短短喺嗰幾年入邊，我都幾乎每一年或者最多每年半啦，最長最長超過兩年嘅時間，我就會有一張甚至乎兩張嘅唱片推出市面。呢張唱片錄得好急啊！而當時係一個全新嘅班底。當我喺小黃書啊、餘震啊、老了十歲嗰個年代同我嘅監製陳德健先生同埋伍仲衡先生，我哋過咗一個階段嘅合作，我就開始同金培達老師啊，同埋著名嘅音樂人 CY Kong 先生合作。我冇諗過 CY Kong 先生喺監製哥哥張國榮喺王菲呢啲好電子啊、好歐西流行音樂嘅一種嘅 style 嘅情況下，佢都會幫我揀咗一啲好中式嘅作品，甚至乎好廣東歌、好典型嘅廣東歌嘅作品。以下呢首歌係佢作為我監製俾我第一首錄製嘅音樂。由於錄音嘅時間好短，所以我覺得每一次到而家咧，我聽翻錄音嘅版本，我都覺得自己唱得唔好。所以每一次當我有演唱會，我有現場機會唱呢只歌嘅時候，我都會希望可以唱翻一個一次比一次更加進步嘅版本，送俾大家呢一首我嘅考試作品《春秋》。Thank you。那夜誰將酒喝掉？因此我講得多了，然後你要著我手拒絕我，動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沒權終止見面，只因你優先。坐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。
再问若这温室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。心灰得可知，心伤得可心意，那一线眼泪变大事，太没意思。若自觉这叫痛苦，未免过分容易。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怎配有心事，我没有被你害过恨过写成情诗，便废止春秋子这再要是，如果爱你欠意义，这眼泪无从安置。我没有运气放大自私的失意，更没有道理再借人你得到真爱制造恨意，想心酸还可以，伤心底留根刺。